曾被怪母庆祝结婚周年，徐子淇同老公继续恩爱。话咁快，千亿新抱徐子淇同老公李嘉诚今年就系石婚纪念啦。回顾呢十年，其实佢两公婆臭逼多过二人世界。结婚头两年仲因为生咗大女，冇大事庆祝。结婚三周年先同老公喺好浪漫嘅尖沙咀 Heritage 1881酒店包咗圣 George 餐厅，然开心席，请廿几位朋友食咗24万料理。不过12年佢哋六周年嗰阵，子淇又挂住凑小朋友，唔记得结婚周年大日子啊，搞到12月佢出活动都要自爆。系，但系我今年其实我唔系咁好嘅太太，因为我系唔记得咗。Until 我老公同喺我个日历嗰度，佢加咗，即系佢自己加咗喺嗰度啊，嗰晚食饭。冇嘢嘅，李生都冇嬲你。如果唔系你哋咁多年嚟点会咁恩爱啊？又如果唔系上个月点会俾我哋嘅读者影到延伸英国睇英女王90岁大寿、啊？每个港人都各有梦想，你的梦想又是什么呢？明星奥运会终于8月4日举行，想同明星一起做运动，快啲报名参加啦！